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星穹铁道银河球棒侠传说糖霜星球适用队伍打法攻略。波提欧、童鞋组、加拉赫，星穹铁道 2.2 活动攻略。糖霜星球，我们带三个试用和黑塔。商店这里把推荐的都点了。依旧是点自动就行，风平学道。这关推荐带盒子、卑劣者的扇息、双枪、寒霜灭火器，还有他们的共鸣配饰。这几个除了盒子，都是召唤类的，挑一个优先点到八级出传说武器。要我们手之后就是全自动轰炸了，也很非常爽。天真，给大家看看成型之后的威力。用召唤的武器引爆小兵，疯狂轰炸。一盆护之名，我马上跟上，杰帕的开盾也没用。哎呀！可以开场。好，直接满分了，都看到这里了，求个免费的赞呀！你是谁叔叔？记得关注再走哦。